你们在电视荧光幕上看我，现在突然间在一个大屏幕上看我，有点不太习惯，对不对？你们每次喜欢笑我的，说什么说我这件衣服呢穿几十年没有洗啊，每一次穿一样的。你的 idea 哈、啊？不是啊，手法很像你嘞。没有，你不要骗我，他都没有头脑，怎么可能想出 idea 呢？哈，给我记住。阿弟，你听我讲一句公道话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是要讲，我不要听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啊，吃东西吃东西。啊，真的有鬼！我们只听说过财神爷，没有听说过财神婆的。他只是我们的 delivery boy。哇，来一个财神已经很厉害，现在还来到两个。书一定要读，将来才可以赚大钱。嗯，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钱对我来讲是很重要。阿哥，你没有钱，我们可以帮你。不怎么帮？你要绑架我们？就说你会撕票，撕票。想看我的闺房啊？妈逼！有一天我发达，我用钞票丢你啊！哎呦，你敢威胁我吗？你好像新加坡的一个官员呢。谁？交通部长。哎呀，谁错谁死啊！真的是。喂喂，坐嘛坐，同学会啊。我感觉你很讨厌 Robert 仔。你有没有全部？有啦。你要对我怎么样，我都 OK。老大 please 不要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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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哇，今年我的大财运就是钞票自己印。阿弟啊， Happy New Year， OK， 干你拿，大家恭喜大家恭喜大家恭喜。